第二组亦都系今日最后一组草地干块地嘅一千米试习，王琦举起，也出啊最快越战越强啊，然后咧就系轻扬，咁啊跟住一对咧有翡冷翠啦、江河三宝啦，反为嗰只喜胜宝咧就好慢嘅啊出闸。咁要買個暴幅都幾大嘅，但係而家跟咗喺後邊嘅啫嚇。好啦，咁而家順勢咧，呢只翡冷翠咧就帶咗少少出嚟嘅，帶嚟兩個馬位左右啦。越戰越強，跟住佢輕揚喺出邊追翻上嚟，第三江河三寶咧就跟住一個第四，反為而家脱咗節啊！呢只馬你睇佢翻步真係好大嘅喎，呢只喜勝寶啊，睇佢將來咧就要跑啲咩路程會好啲啦嚇。好啦，而家順利轉入嚟撳住啊！呢只翡冷翠啊，帶得好順，但係越戰越強，梗係啦，級數啊高啲嘅馬嚟嘅，緊咬住佢嘅都冇乜。而家砌兩下喎，唔好話佢冇喐手喎，一砌落即刻有反應啊！咬住呢只翡冷翠，翡冷翠都騎啦，但係冇辦法啦，率先衝過終點，肯定係只越戰越強，翡冷翠第二。哇！呢個順勢寶喺裏邊，喳一聲上嚟第三，江河三寶第四。